鸳鸯螳螂承继着北派螳螂的主体动作，同样使用勾、搂、踩、挂、雕、缠、劈、划的武术手法，但在拳术运用上更讲究左右双修，注重左手与右手的协调互动。用之于实战时，更强调左右开弓，两手对称出击。由于左右手的出拳频率大体对称，所以此拳命名为鸳鸯螳螂。